嘉警分局将军分驻所于本十月一日上午八时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将军区上埔里有民众死亡。警方到达现场，发现黄姓死者四十年次躺在三毛旁，经119到场检伤后，发现已无生命迹象。发现者说，因死者家属找不到死者，受家属之托才到现场查看，后发现死者躺卧在三毛旁，便打电话报警。远警即刻通知侦查队到场采证，由于整起案件尚在厘清中，后续将包请检察官执行司法相验。